吉祥物到底如何才能够帮自己加分，好不好？吉祥物有几个重点哦，大家稍微了解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先看完这个就知道了。是。第一个，我们应该知道材质是否为原矿、原木、手绘的。这个很重要哦。原矿，简单来说就是矿石嘛，那钻石的最好。再来就是我们说的宝石、玉、玛瑙、天珠，这属于原矿，那么它的能量会比较强，我觉得加持力量，土的气息会更旺。讲到金属，金银铜铁嘛，谁不喜欢金佛？有没有？是不是？那有的形容这个铜跟铁叫破铜烂铁，现在只能做器皿之类的，因为它氧化比较严重，所以当然是用纯金的，用好的材质，不但能开运，还能保值，还能增值。但是量力而为啦，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，至少你不能放个塑胶的，或者是那种乱七八糟的。手绘的很简单，有的是彩绘的，有的是电脑的，有的是电脑用模子做的，那属于量产的，大量生产的东西，没有比我们说的老师傅手绘手工的要更具有能量，它是独一的，它是唯一的。所以我们家里面是不是有佛桌？有啊，那种木木的土地公，都是用老师傅的手刻出来的。这是我们一般人在祭拜求好运，要求这个严格的这个概念。其他的法相啦，那个彩绘啦，它的功夫出息与否，还有法相，那是个人的鉴赏能力的好坏，更加的。你怎么可能说拜个菩萨，他菩萨脸是这样子的？那就有点，我再形容有点夸张啦。对，刻歪掉。对啊，那这样好难看嘛，对不对？好帅，但是有时候感觉还蛮自然的。我知道，他肉毒感觉就有这个效果。应该是刻意骗你的。不要打太多，你打那么多。那先坐着讲一下。不是哦，他坐着床上是唱是吧？好，再过来。第一个要注意的是什么？技艺手工跟做工的出息与否，其实很简单呢。一般人会有假花、假画，画的很粗糙的画，那么看起来就是。我这个就粗品劣品，那个整个工那个字里行间，那个工笔是很粗糙的，是无法加分的。所以你看有个画，有些譬如唐卡或佛卡，画的越细，可能一幅画要画两三年，他用彩各种颜色的原矿去铸造而成的，那是不可多得的。是，还有鎏金佛，它本来是铜的，经过水银跟黄金铸上去。经过碳化之后产生毒气，是花生命所铸造出来的鎏金佛，这个行业已经快要失传了。它之所以贵，是用生命、用岁月、用个人经验累积出来的开运吉祥物，所以它的手工当然差很多。所以很多人会放一个塑胶的财神，或是电脑输出的照片的财神，以为要发了，我觉得好像跟这个加持力量有点距离，好不好？语重心长，不是批评你的东西不好，不知道，所以才是记忆要注意。对对，再来是从哪里来的？源头高僧名师或法王，很简单嘛。这个今天我们从网络买的、路边摊买的，或是那什么，你在哪里？供佛堂那个拍卖场，就是的，拍卖场在夜市那种龙潭半夜的那种。你还好，我小时候。拍卖场买过一些玩具，现场买的是很便宜，拿回去竟然是本来电动车，然后就变成木头车，就是我们那时候改过，动手脚。哇，那你现在买这个有可能不是绝对，来源不太，来源可能怪怪的，了解吧？所以记得源头，如果经过庙里边的天母过火三圈，或是法王高僧名师，像谢老师这种名师，加持过，那当然力量不一样。那康老师呢？对，还要再学习一段时间。年纪轻嘛，那丹老师呢？超级的，超级要学习，超级要学习，我超级要学习，就看那个辈分跟他的资历，是，好不好？好，不是不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高僧啊，好，所以高的人是法力高的人。对 ，OK。现在是有点在，不认，没 ，no， 一点都没有。个子不高，但是知识高。才知记忆源头来看看，马上来跟他做检验。来，现在看一下，哇，这么多。像这个木头的，对吧？它属于木器。如果放在我们家里面这个东方的话，叫木木相生。东方。东方木木相生，那增加我们说的一个智慧啦、好运啦，还有学习能力。这个是真正的原木的。那有大有小，它摆的位置好不好？对。这个加分。其次哈，你看这个元宝，元宝跟古铜钱跟铜板都是属于真正的有价的，代表一个能量的一个符咒。那这个元宝你不应该用这个假的。哦，对，假的电镀的，贴上这种锡箔纸的，没有不好。知道，如果用纯金的当然更好。
如果不能存金的话，去银楼打一个真的金的包上去的，也很棒。其实这个貔貅之类的没有哈，有石头做的，也有铜的，对不对哈？当然我不可能要求你用玉石。也不可能用太贵的石头，至少它的刻工，这刻工属于粗糙的，有没有？这个线头就是乱刻一通的，真正刻的时候买多少钱？这个？这是之前开房仲朋友送的啊，朋友也是一个心意嘛。是啊，重点来了，送的人如果很富贵，老板送的，我们就好好的跟他加持一下，祭拜一下，吸老板的钱财。是，如果送的人负债的话，身体有重病的话，那还是就暂时把它保留起来，红布包起来收好也不错。知道吧？那知道这意思吗？知道哦，至少他前面咬的是真钞啊。对对对，哎，这加分的哦，这个加分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刻工，这个材质不怎么好，刻工比较粗糙。对。那么源头如果是老板不大有钱能给的话，加分是。再摆上真的钱也加分。真的钱那要不要放一千呐？咬一千的。我跟你解释一下，这个钱是等于符咒的意思。如果赚大陆钱就放大陆币，赚美金就放美金，赚台湾的话就放台币。那他为什么放100块呢？是红色讨个吉利的意思。所以这个也蛮重要的。也好，哦，也可以。对，所以你的后面那些小娃娃送大的就可以不用了。这个绝对是便利店，这便利店几点送的？几点？这就给小孩当玩具就好了。这很可爱啊。好了哈，这个也没有不好。哦，就是大量生产的。财神。对。啊，也没有不好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没有不好。这个摆的方式要斟酌一下。旁边还有一些水晶的摆阵。对，对，水晶。这是什么水晶啊？这个颜色我还没看。哎，对。哎呦，我刚刚说过了哈，这可以拿吗？可以，都可以。这个七星阵是蛮特别的呢，我忘记这是什么水晶，是茶水晶吗？茶水晶，还是猫眼呢？哦，它有裂掉哎，有破裂的吉祥物就赶快移走。拿走，反而造成破财。对，那这种的金水晶石，类似我说矿石、宝石，五行的颜色，当然增加财富。土的能量很强，如果这个家的主人是属牛、羊、狗或龙，当然土土相生是绝对加分的。这个就对不对？有裂掉，你可能要补一颗新的。对，补一颗新的。就像我们的玉，如果真的有破裂掉的话，那也不能戴。就是帮你看，这个假的。对，你看得出来吧？对啊，而且亮度不够，都是一般的喷上去的。这个是真的，也不是真的，像类似玉石的。那像它有这么多只，它到底要放几只才够啊？对啊，不是一般就放一只就好了吗？这可以一直这样往上加上去。它放到门口是咬钱回来的意思。对，越多只越好吗？对，通常承担啦。看哦，承担135，就咬的意思。哦，所以两只是不行的。对，不是，看位置，看地点，啊，只要放真的，有加持过的。都放上脸上钱，我觉得非常加分。那你觉得他这里应该放几只？这里我个人认为已经有两只这个了哈，两只貔貅的哈，我很怕他们打架吵架，把它移到别的财位去，是不是更好？哦，了解吧？我觉得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哈？老师，那猪是可以这样子放吗？这个猪我跟你解释，以图腾来看，福气，对，蝙蝠又是福，有没有？对，类似五福临门，对，这有个钱的。这个卦象也代表赚钱的意思，而这个猪本身感觉上好像蛮精致的，啊，蛮精致是对的，但是还是要看生肖。如果这四个钱里面连上真正的钱，就是带财的猪。我觉得你很多宝物哎，可是这里面还有哎，可见他有多想发财啊。我觉得业务出身的可能会特别这个重视运气，是，然后你的这个财运很重要。所以就是这边一堆，那边一堆。那你没有一个什么储藏室或者是儿童游戏间？有储藏室啊，可是也已经爆炸了。对，都爆炸了。如果没有要玩的话，或者不用的话，就可以送人啊，或者扔掉啊。因为你这已经变成乱了。是，真的。收纳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不肯去放弃。对，有舍才有得。对，这个你放了回去还好，还有客人放那个旧的纸袋、旧的垃圾，哇，整个家里都是，哇，所以在垃圾上，对，杂物横生，或摆的参差不齐，或是一些破旧的东西，只要堆放为堆积在屋内任何一个角落，我们都称为垃圾煞。垃圾煞就代表我们说物以类聚，那么人的情绪、财运。
跟整个家运像形同垃圾一样，就是运势不好的意思。嗯，这样一乱运势就不好。对，就像一个人没有洗脸，穿脏衣服出门一样。嗯，所以不管你家里装潢的这么漂亮，然后你看你沙发上金碧辉煌，对，可是你现在小朋友东西丢成这样，就影响到了风水了。是，那个加过几台地方？不会小孩，太谁哦？不会小孩已经退伍了吧？这些东西还在这里？对。整理不念那种卡路不顺财运就不顺。你讲到财运，你看他财位布局的多好。你看，天哪，真的耶！还有奶嘴，你看。可是你知道，葡萄奶嘴跟章鱼烧是哇，还放一些有灰尘的假花。代表夫妻的感情虚情假意，是哦哟，这个都会影响真的哦，好严重哦。两个人最近吵那么凶，一只金鸡回来，这个摆的位置固然没有问题，米啊水啊都记得放，前面要尽量净空。哦，对，你排那么久，排队排那么久，请来的多么多么珍贵，你这样子弄，所以一定要米跟水，是不是？他们是认为。鸡要啄米，那水带财的意思。所以那是要每天换吗？应该是每天换是最好，不要放错位置。那要换的时候要不要说个什么？通常多说没有害处，都说搞不好他在就听到了，在加减财源广进，对对对，祈求幸福平安财富。要钱要财之类的，就跟他讲，因为真的很多人去请求这个金鸡，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回来，怎么放跟怎么供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听说好像不只是这样子哈，还有供奉的地方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还有一个神明厅啊，啊，真的，婆婆在拜的，哦，婆婆在拜，也会去看一下哦。那去看一下你的神明厅。好好好，来。一般神明厅不是都放在外面吗？对呀，正对的入口啊，大门啊，这边你把它放在里面是不是？在房间里哦。对，在这边。神明殿。对呀、啊。这储藏室吧，哪里神明在哪里？神明在里边呢。哎呦，储藏的感觉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神明家。哦哦，把我分心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失礼失礼。金母娘娘，对对对，金母娘娘，波比波比哦。哎呀，这样子好漂亮。好像金母娘娘处在一个儿童游戏室的感觉，对啊，就是玩具了嘛，变成。对，应该通常神明厅就是神明而已，不会再有，对，很庄严，不会像有那么多的小朋友的东西。对，你怎么会都把它放在一起？真的就是摆到没位置放，所以就是东放西放。而且它这里算是有一点休息了，就是假装有规有规，假装有归类，有归类在放。其实重点呢，就是应该要。丢掉了。好，所以我讲真的啦，现在大家的住家也都是寸土寸金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说真的，你要多清一个房间来放玩具，已经很辛苦了。有时候要多一个房间放神明厅也很辛苦。家里哪有那么多房间？那我如果说真的把它收好，大家怎么放是不会影响到风水的。如何解决空间受限问题，给神明一个整洁的环境呢？女运势顾得好，当上新妈指日可待。之前就是四进都很容易上，最近半年四五个都没下文。把居家的平面图拿来放上去，哪个位置最好，代表谁的地位，谁的运势好坏，以这个坐向的方位来看的话，是在那个房间。如果睡进这间的。